当当当当，我终于来到厦门了。来到厦门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当然是吃吃吃，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吃吃吃。最近我为了又能满足我吃的欲望，又要能满足让你们吃到我是帅帅气气瘦瘦的小鱼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这一款奶上加奶的康悦国健的白云豆奶片，它是一粒一粒独立包装的。而且呢，它非常适合我这么经常出差的小伙伴们携带。一片，我们试试味道啊，因为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味道，是草莓味的。它的奶香味特别浓稠，然后吃起来就小时候吃的那种奶片香味奶片。大家不要觉得它是奶片，因为它糖分特别高，恰恰相反，它是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营养食品。它里面有白云豆等四种成分，可以帮助我们阻隔脂肪，而且它一粒奶片它只有十个大卡，完全是低糖低脂低热量，所以餐前用两个，吃两个这样的奶片，完全满足你吃饭的欲望。你看我的餐瞬间就来了，对，你看我今天的非常浓郁。那我们吃完这个奶片，我就开吃了。好，这个是。最爱的叉烧包，蜜制烤鸭，长城烤鸭，嗯，这个是味道海蛎煎，海蛎煎，对，厦门一定要吃海鲜海蛎煎，我尝试一下这个海蛎煎，厦门的海鲜就是正宗，我跟你说，来这里就必须要吃海鲜，吃沙茶，然后还有。这就不爽，这是经常吃到的海苔饼啊，真的吃饱了，吃得好饱啊，但是我现在心里完全没有任何负担，因为我吃的奶片，我要打起精神好好工作，明天继续吃好吃的，但是吃之前记得吃，走。小红书